今天跟各位讲第十二讲表，就上回发的。这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6页，46页的题目叫做扶阳而观。这个观字就是我们学周易把前面那几个题目我们也研究过了，现在啊就要注意这个观字。观是研究的意思，普通讲观察。扶阳而观，这是讲伏羲氏当初他仰观天下，天上日月星辰他观了个相。扶呢，观那个大地上山川河流这个地形的高低以及大地上万物，这个就叫观察的。那么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地的这个种种的形状，都是现象啊。那么由现象观了以后，就观到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明了之后啊，那就是得到真理了。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真正的我。得到真理之后，那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啊，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生生灭灭的这些现象问题。就人生来讲，就是要解决生死的问题。他观察到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观察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我，这个生死问题啊，就得到解决的方法了。然后啊，他要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他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于是发明啊两条横画，两画了那个符号，一个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代表阴阳。有阴阳这两种符号，然后组成八卦，八卦再一重叠起来，成为64卦。有这64卦呢，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包含起来。这是他教他人了解一切的现象，有一切现象再观察到本体。因此我们看
这个俯仰而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观什么呢？我们是普通的人呢、啊。那个伏羲氏是圣人，那是他就一开始就实际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的，这个卦爻，因此这个爻这个爻位置啊，我们要了解。那么卦爻有64卦，每一卦有6爻啊，总计有384爻。这个爻的位置，一卦有6画，6画就是6爻啊，每爻占位置的，就是爻位。爻的位置啊，是一个虚位的，爻画上去才有个位置，爻没有画上去，这是看不出来。那么这个爻位下面，我们就看爻动不居啊，这个每一卦每一爻啊，它是变动的。变动不居指的是什么呢？直接在爻位上，不是固定的居在哪一个位上面去。爻位有六个位置，六位有高下的，比如说从这个下往上，那么从下往上，第一画是最下的，第二画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到最高的第6画。那么因此呢，把这个6画呢，配属于天地人三才，下边2画是属于地的，中间2画属于人，上边2画属于天，叫三才。这个六虚啊，这个六个位置啊，周流六虚，六虚就是六位置的，因为它的位置本来就是虚的，是个假设的，有腰站在上面就有位置。那么这个三才呀，再分析，比如说地的这个下边2画呢，地有地下，有地的表面，那么在中间这个2画是人间呢，人间人也有高下，也有上下之分的。在天上2画，天上2画这个就是这个虚空了，虚空是有低空有高空的，它这个有2种。所以在中国讲的是天有九重，有九重天，所以有九霄，这里逐渐的天呢上面也有有高低的层次。那么这个爻的变动不居指的就是在下面这句话，周流六虚啊，周是上下流动的，在六虚六个虚的位置上，比如说是初爻它不见得永久就在初位上面去，二呢也不一定是永久住在二的位置上，
你就拿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它是阴阳的推，刚柔相推呀、啊。刚柔是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柔，是有的呢是阳爻变成阴爻，有的阴爻变成阳爻，互相推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么这就表示宇宙万有啊，变化无常，就借着六虚位那里摇在那里变动，上上下下的，这是变动不居，这是变化无常。这个摇位，摇位这个讲是根据什么你这样说呢？后边呢有一行文字说明，系辞下传。系辞下传是孔子写的，系辞是孔子写的。他说：“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履于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我这个表里面呢，只列出这几句，在这个简说里面，就46页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呢，就系辞下传说了，这个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履于谦，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依，不可为点要，为变所实。他这个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们注重的开始讲呢，孔子说一这个学周易啊，只为书也，为书也不是讲《周易》这本书，是讲伏羲氏画的卦爻。在那个时候，伏羲氏画的卦爻就是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当然没有书，卦爻就是书。所以这里讲一直为书也，不可远，这个远多去神，不可远，多动词讲，你不可远离它。为什么不可以远离它呢？我们研究周易，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我们没有这个这种能力啊，像伏羲氏那实地上观这个天地啊万物，我们的心量没有这么大，那只能够由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爻，这卦爻就是易经的这部书，我们就根据卦爻啊来观察。不可远，就是不可远离卦爻啊，你要借着卦爻来观察了。那么借着卦爻来观察，第一步你要了解卦爻，它就是变动的，为道也履于谦。履是不止一次的，这个次数多得很。迁是变迁，就是迁徙。怎么个变迁法子呢？就是下面讲的，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你把这个卦爻所占的这个六个位置，你就看这个爻在这个变动来变动去啊，没有不居，是不是固定的居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周流的。周流的是它哪一位置啊都可以流动到哪里去，周流在这个六个位置。不论怎么个周流呢，超不出这六个位置，这六虚。那么这就是在简说里面下边就讲的上下无常嘛，上上下下的无常，不是个常态。它怎么样的变呢？刚柔这两种，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爻。那个刚柔相依啊，也是说一个根据这个古人解释，比如说阳爻到坤卦啊，乾卦有一爻啊到坤卦里边去。你先看这个三花卦啊，三花卦这边是三花是乾卦，这边是三花是坤卦。乾卦这一花第一花到坤卦里边去了，那坤卦这一花就变成阳爻了，坤卦这一花变成阳爻，那这个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正卦。那么反过来讲，坤卦下边这一画到乾卦里边去，那乾卦下边那一画就变成阴爻了，那乾卦那个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巽卦。各位可以你再画出来，你就对照你就知道啊。乾初爻跟坤卦初爻一交换，这个很好懂了，这两卦一交换，那是坤卦就变成震卦，乾卦就变成巽卦。这样交换的是两卦初爻交换，是变成什么呢？长男长女。第二话也一交换，第二话一交换的话，在这个坤卦这方面就变成坎了，是不是啊？你各位画出看看，乾卦这一方面就变成离卦了。坎呢是中南，是第二胎生的中南。那离卦呢是中女，那么三爻第三卦互相一交换的话，那就是坤这个就变成艮卦，乾卦就变成兑卦，是不是这样？那是艮卦就是少男，兑卦少女。那么这个阴阳相依啊，就是这样啊。这是讲这个六子卦是这么这个刚柔相依的。再以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就六位，从初位你比如拿这个纯粹的六化乾卦来讲，从初爻开始变成阴爻，
除要这个阳变成阴的话，那下面是巽卦了，巽为风啊，叫天风姤卦。那么继续往上的，往上面再推，推上面第二卦也变成阴爻了，那个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有天山遁卦。你各位自己这样演算，这个消息卦也是这样，这叫刚柔相推啊。因为这个刚柔相依的话，不可为点爻。不可为点爻是什么呢？周易里面这个卦的象，爻的象，这个不是一成不变，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做一个点，好像点在那里是不变更的，永久是如此，不是如此，它是这个随时在哪里变动。所以下面说为变所时啊，你要看见这是变的，就是一切都在那变动啊，为变所时。你把这一段细词了解之后，你看那个前面这个表啊，爻位这一项，这几行你就了解了。它就是等于啊，把细词讲的这个那几句话，把它简单的画成这个这几句话。摇动不拘，周流六序，宇宙万有变化无常。摇位摇的变动，一切变动不拘的，就是代表宇宙万有的在哪里变化无常。我们人在宇宙万有之中，人类是之中一类，宇宙万有皆是变化无常，我们人当然是变化无常，这就是生死无常的。六位六虚，佛法讲这个六道，那个众生啊，这个后边一张表就讲到了，出不了六道啊。你在变化无常之中，怎么样变化，就是在六道之内啊。这个了解这个消息。后面呢，车数，车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观是根据爻位，根据爻来变来观察的。你观察的话，你知道这个爻是怎么来的呢？这叫车，数是数目，车数。车是在周易里边，就是讲的那个蓍草，用五十根蓍草啊，提起一根起来不用，用四十九根蓍草，四十九根蓍草啊。来按照方法，这后面有讲，叫做大言之书里就有了。由蓍草得出一个数目字，在求卦，用蓍草求卦的时候啊，那个不叫蓍，叫车。车是什么呢？你多少个，数到多少个蓍草，就是多少车数，得的结果有这三十几根蓍草，就是三十几车，二十几、四十几都是叫车，叫车数。这个二变之车啊，万有之数，
二变之策就是计算，用五十根丝草求卦的时候啊，求的结果有四个数目字，就是七八九六。七是少阳，八呢是啊七对，七是少阳，八是少阴，九是老阳，啊，六是老阴，都是这个数四个数目字。在这四个数目字以前呢，你怎么样得到六，或者怎么样得到九，或者是得八得七，这个之前呢要经过好几遍的一个手续，有多少数目字，然后计算的结果，或者是六，或者是七，或八，或九，把整个的数目字算起来，六十四卦，384，要整个的在求卦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演算这个数目字啊，一共这个二篇就是周易上经下经这两篇，整个册数啊，有一万多。后面呢，西辞商专讲的这个说文呢，这个表里面这个第二行，西辞商专，二变之策，万又一千五百二十。孔子讲的这个上下经两边的这个策数，有这个策数计算出来这个六十四卦，就是所有的爻啊。合计呢有一万，有啊，这都有啊，当有字讲，一万又加上一千五百二十，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册数，这个册数啊，当万物之数，就是正好合，当就当合字讲。合乎万物之数，那么这个万物之数，这是策数了。表里面讲这个策数这一条下面呢，二变之策，万物之数啊，这就这个整数来讲，详细说呢就是万又一千五百二十。再讲到这个数。书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就从这个书计算，计算什么呢？阴阳这个两个数目字，这个西辞传里面也讲，一有太极，四生两仪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这个数目字了，太极原来没有数目的，它是个本体啊。本体动既然不动，动都没动，哪里是数目字呢？连象都没有，哪有数目字呢？这个数是有象来的，生两仪，两仪这个两仪啊，是。这是一个概念呢，念头动一动啊，动了个念头啊，动了念头，念头一动就照相的，所以就有数目字了。那么有这个，我们就往里往这个有这个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个数目往，从这个数目字，逆数就往回数。王慧说用这个册数数这个爻啊，爻数到这个卦，卦再数到这个四象两仪，最后归到太极。这是这么多的册数啊，它
它的根本就在太极，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研究书啊，书的来源，书所含的意思，书的它的归归向，归向哪里呢？归向这个太极。太极是一体真常的，太极是一体啊，说这个一还是有书的，不过不说是没有办法，就是方便说是一体。就等于佛家所讲的一真法界，你讲法界讲真讲个一的话是那就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没办法研究了。所以加个一字。一体就是太极的这个本体。太极本体是什么？是真的。真就是不是那个变化无常啊。真就是没有变化。常就非就不是无常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观，就这样观法子，了解这个原理，讲这么多的测数，你就明白这个测数啊，往回数的就数，就一定就追究到太极上面去了。它就是变化无常，然后就是归到一体真常上去。我们研究周易这个原理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我们在求卦的时候，你占卦，你占到哪一爻，哪一爻怎么变的？孔夫子在哪里就讲了，文王周公的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啊，讲的不够明显，那是非常简单扼要。孔夫子在这个彖传里面、象传里处处就是指点我们往这个真常上去体验。你修道也要返望归真，你办事也要啊，不要起情绪，而要用理性。所以孔子在这个周易每一个卦爻后面的卦辞的这个彖传，爻辞后面的象传，都是叫我们呢要往这个太极上去领会呀。这一点是我跟各位说，不，过去很多注解的啊，他不见得就知道啊，这是我们学宫啊指点出来的。就是测数了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平常观这个卦爻，在占卜的时候，都是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够无论自己修道啊，自己问这些事情，这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第三呢是伦常啊，根据怎么讲呢，这是后面这个解释有《西辞上传》这一条，《西辞上传》里边，天尊地卑呀，《西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乾坤定矣，后边又说到。乾道成南，坤道成隅，也是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
前面那两项观察出宇宙万有都是变化无常，第二项我们知道分析师把这个宇宙万有变成一些就是一个数目字表示，有数目啊是回归到这个太极本体，知道有真常。那么怎么样由这个变化无常而证到真常呢？那就是讲究修持的方法了。修持方法，西次上传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一定要讲究这个秩序。儒家你看那个孔子的大弟子那个曾子写的这个大学，大学就是讲啊，那个前面讲那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呢。止，知道止。知止为什么要止呢？知止而后有定啊，叫定啊。你一个人，你说你办任何事情，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修道你没有定行吗？定就定住目标，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知道有太极，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自己太极能够证到，能够开发出来。目标定在这个上，你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不是乱的，要有一定的程序啊。一定的程序，就拿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类，都要按照他的这个秩序来，这就讲那个礼了。这个《礼记》里面讲，礼的乐，《礼记》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乐记。音乐的乐，乐记，乐记里面讲，礼是天地之序啊，序就程序啊。乐者是天地之和也，天地是和谐，这个音乐就是把天地和谐的这个境界表达出来。礼呢，就把天地的秩序表达出来。天地的秩序，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天尊地卑呀，天是在上，天空是在上头，地卑，地是我们人所，我们站在大地上，地在我们人的脚下。”这就是乾坤定矣，就卦爻来讲，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地，乾坤定矣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这两者。那么那个古人这个注解就讲到啊，阴阳这个乾代表阳，坤就是阴，阴阳这个两道啊，刚才我讲过，乾道乾的一阳到坤。那就称为男呢。比如说那个坤卦乾卦初爻
到坤卦里去，就变成这个艮南了，这个震啊，震卦，震卦就是长南了，就是乾道成南。坤道成女呢，坤道到乾卦那边去，成为长女。这个坤道成道都有一定的理的，不是乱的。为什么有些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它有一定的程序。这就是伦，像人伦。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表伦常了。伦常就自然界来讲，天尊地卑啊，是天然之序啊，天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这种秩序，本来就有这种秩序啊，你就不能违背这个秩序。你比如说我们人站在这大地上，顺乎天然，我们头要点到天，这个脚也踩着地，你不能说啊，我倒过来，我不相信天然，我一定要是违背天然，我人我要怎么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头朝下脚朝上，你行吗？偶然的可以，像那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话，那你两手扶着撑在下面，两个手做脚，头朝下脚上，这个那是表演，临时是这样啊，也不是普通人都能办得到的。正常的人我们一定是天空在我们头上，顺乎这个程序，是天然之序。人伦之分，天然之序讲是天尊地卑的，人伦之序是男女有分的，就是无论各有他的这个本分的，违背这个本分，那就是等于是违背天然之序了。